剧《来自星星的你》红遍亚洲，剧中的都教授金秀贤现身台湾，陪粉丝度过白色情人节。谈到对台湾的印象，金秀贤笑称宝岛水果太好吃，有意消化，反被主持人曾宝仪亏了一番。不用，그래서제가이제숙소에서예과일들을굉장히많이먹는편이에요그래서화장실도많이가고요또망고빙수라든가그래서되게예단것들을많이먹게되는느낌이있네요欢迎金秀贤便秘的时候多来台湾。见面会上，金秀贤抽出五位粉丝合影留念，被抽到的幸运儿在台下陷入疯狂，其中三名还能喝到金秀贤亲手特调的咖啡，羡煞在场所有女性。面对粉丝热情，金秀贤除了再次感谢，也希望大家期待他的新作品。아또이렇게다들뜨겁게예이무대를이이뭐라그럴까요예분위기를뜨겁게만들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요또저는이다음작품에서예또좋은연기로예보답해드릴수있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金秀贤二度访台，吸引720名粉丝朝圣，招牌阳光笑容电晕全场。他也嘴甜向粉丝承诺，很快就会再和大家见面。예항상예대만에서모든것을내려놓을수있도록하겠습니다中央社记者孙仲达台北报道。